在女生的手里，他就是这么一个男生，可能在未来的生活里，他对外一定比对内好，他对外有一个他要的一个责任光环，他就希望一个女人能照顾他，他就是这么一个男人，他要带你出去要给他挣足所有的面子，这就是他的性格，这么一个男人你接不接受自己想清楚。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从认识到现在，我一直都想对你说感谢你，你辛苦了，因为是你让我在武汉有了自己的家，也是你一直在支持我鼓励我，在我最受伤最低沉的时候，也是你一直在照顾我。其实我并不是你想的那样自私不在乎你的感受，只是我习惯性的把工作就放在了第一位，然而这却伤害了你。通过今天的节目，我意识到我的疏忽伤害了你，我向你说对不起，希望你原谅我，我以后一定把你放在我生活的第一位。其实我没有说怪你什么，但是我只是觉得既然我们很不容易走到一起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对我从始一样，就像你说你答应我这些东西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，这是你写给我的保证书，现在它只是一张破纸，就是无论你对我还是对待我们的狗狗，你都没有一个能够守信的承诺。承诺不是嘴巴一说就有的，你要做到才行啊。好，时间到了，不说了啊，我这个可以读出来吗？也可以是吧？来，两位请回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。